学学，我请到一个重量级嘉宾。谁？卡玛。卡玛？哎，我怎么记得向组长还去过他直播间呢？我做了人群的画像分析，发现货车司机主要是24岁到38岁的年轻男性为主，所以我想通过卡玛和潇潇这样的年轻电竞选手对我们的发布会进行预热宣传。 哎呀，还是我们项目长人脉广啊。不过，卡玛的负面新闻太多了，请这样具有争议性的选手，会不会给我们的发布会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啊？你懂什么？这才叫有热度，好不好？要是能请到我的男神当，那就好了。别做梦了，当那可是远古大神，人都退圈多少年了，再说了，就算当重回电竞圈，也不会来咱们这个活动呀。当不会死了吧？你才死了呢。 都闲着是不是？没事干是不是？走走走，干活。应该在那儿。哎，是那儿吧？我走你前面。 陈述口中那个重要客户啊！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今年27岁，性别男，名字呢起的特别有意义，我爸他姓南。 我妈呢？她姓万，最后就是取名男波万。 你看我这个没有品位啊！你那个红的也不行。你俩什么眼光呀？还说我？你看看你自己的绿不拉几的东西。啥呀？不是，哎，你这个什么呀？你这个，我跟你说，我里面藏着东西。哎，干嘛呢？老大不是要上台介绍产品吗？我们给他挑。哎，向部长，你来的正好啊！你看，是不是这件黄色的，嘴唇了吧？什么呀？ 这红的看着多大气啊，是不是啊？那红色多俗气，你看我的这绿色，不要看它很低调，但是它舞台灯光上一打，它。你们是想让许愿石去演红绿灯吗？不是挺好看的吗？对。看，这怎么样？颜色挺好看的，是吧？这什么色儿？这都。这个呢？你看，挺华丽的。 是吧？你真的要去走秀啊？坏的，这个总行了吧？啊，版型挺好的。你自己觉得这个颜色衬它肤色吗？向媛儿，我跟你说，这可是我向服装师拿了大资源才给你置换到借衣服的机会。你别在这儿挑三拣四的，行不行啊？我这不就是因为太珍惜这次机会了，才得好好选选吗？哦，是珍惜机会。
定珍惜许愿石。真惜你，行了吧？这还差不多。来来来，压箱底的来了，噔噔噔噔。前几天活动，萧然身上那身儿正好是你要的大小，怎么样？就他了。哎，不过话说回来，许愿石身材真的挺好的，尺寸居然跟我男神一样哦。那叫码数。友情提醒一下啊，你让许愿石穿衣服的时候千万千万给我小心点，不要勾丝什么的。那多贵啊，我可赔不起。还有您。你也小心点儿，什么脸上的粉儿、口红，不要蹭到衣服上了，知道吗？那我真得小心一点。滚蛋！透露点八卦吧。哪一步了？这么帅的男人，有没有让你倾倒呀？你们结了婚的女人，是不是什么问题都敢问呢？行行行，新年快乐，漂流瓶念下。拜拜拜小姐，您是想要这对袖扣吗？我看和您脖子上那根项链刚好是情侣款呢。情侣款。发布会穿这个吧。这衣服很贵吧？不穿。喂。何德何能啊！我又不是你男朋友，留给你男朋友穿吧。好啊，那你就等着穿高愣他们给你准备的红绿灯啊！哼，太丑。等发布会结束，我想跟你说件事。我也要跟你说一件事。开始吧。那天你的第一个流程是要上台发言，在你上台之前呢，我会先 cue 到大家说，有请我们技术组又帅又高的徐组长。然后这个时候你要站起来啊，挥手向大家热情的致意。又高又帅就不用说了吗？这么谦虚。你不加又高又帅。相信大家也不想。第二个问题呢，是你有没有女朋友呀？我问完了以后，你要先沉思一下，然后你确定你要这样问？第三个问题是，那我们徐组长这么优秀，能在维林待这么多年，那也肯定也是我们维林有什么过人之处，到时候你就夸大其词的夸一下我们维林就好了。那还挺难的，夸你行吗？也行。